20~30년 남자와 여자가 상대에게 원하는 기준은 다릅니다. 여자의 경우는 외모와 출산 능력을 중시하기 때문에 나이 어린 여자가 선호되고, 남자의 경우는 경제적, 사회적 능력을 우선시하기 때문에 남자의 나이가 보통은 많아질 수밖에 없습니다. 이것은 인간의 본능에서 나온 것으로 누구도 이를 부정하지 못할 것입니다. 그리고 현재 이것으로 직격탄을 맞은 곳이 바로 중국입니다. 下次再有女孩跟你说什么中国现在剩男比剩女多了3000万，她比如说现在北京剩男和剩女的比例是1:4，上海的剩女要比剩男多了4倍。那她现在在深圳，这个比例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说是全国有3000万的剩男，跟你说啊，很多大龄的女生都不知道这个扎金的事实是什么呢？她会觉得说啊，我今年32岁，月入1万，那我跟这种月入2到3万、这种35岁月入2到3万的男生，她会觉得那种23岁刚毕业的，然后年轻漂亮，有一份工作的。 중국에서 노총과 노처녀를 말하는 단어인 남은 남자와 남은 여자. 현재 중국의 남은 남자는 3천만 명 정도로 알려졌습니다. 더 놀라운 건 남은 여자는 1억에서 1억 5천만 명 정도 알려졌는데요. 加了二十多次新了，没有一次成的。我每次跟人家说完年龄的时候，人家都吓一跳。大龄剩女是最痛苦的，就直接从事相亲行业了。我觉得往大一点能抓的概率就多一点，而且我发现相亲市场，我们这种女人最多了，甚至在这条路上徘徊，花大几十万都找不到对象的。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太成熟了，还是更吃香女性吗？一般吧。 같은 수준의 남자와 여자를 비교했을 때, 그나마 남자는 육체노동을 하며 수입을 어느 정도 보존할 수 있지만, 여자는 일반적으로 사무직에 몰리면서 30대만 넘어가도 남은 여자들의 생활고가 심각해지고 있습니다. 중국의 경제가 나빠지면서 남자들은 현실을 받아들이고 독신의 미래를 준비하는데 중국 여자들은 그것을 하지 못했던 것입니다. 실제로 경험해보신 분들은 아실 겁니다. 아무리 아낀다고 해도 혼자 살기 위해서 얼마나 많은 돈이 필요한지 말입니다. 그리고 이에 대한 현실적인 조언을 하는 수많은 전문가가 있습니다. 因为我一直说，在婚恋市场里，孩子最大的优势就是你的年龄和颜值。所以说，这年龄对一点肯定就是你还是应该算，如果年龄大了算减分项啊，就是在你最青春的年龄啊，25岁之前可以去挑，25岁之后，甚至到28岁之后，就是别人挑你了。还有一个减分项就是身材吧，应该说，太胖的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啊。当然是有个别的人喜欢，小可爱、丰满一点的，但是大部分男孩子还是喜欢身材匀称的。所以说，太胖也是一个女孩子的劣势。女孩子太优秀了啊，就是家境也好，学历也高，就可能说你自身太优秀了。其实男孩子达到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啊，他并不在乎女孩子你家里有多少钱，你只要跟我家境差不太多就可以，你只要说，那工作并特别特别的严。还没到30岁的姑娘一定要在30岁之前把自己的人生大事搞定，不要像我一样拖
84年的姑娘，39岁来相亲，本科学历，在事业单位上班，长相身材都还可以。重点是呀，择偶要求，她说呀自己在体制内上班。然后我就问她，那你具体的择偶要求是什么呢？她说呀，北京本地人，住房面积啊不能低于160平，最好呀是有独栋的别墅，汽车呀也不能低于奔驰宝马，年薪啊不能低于80万。我跟她说啊，你这要求也不是门当户对吧？你想要这样的男生，在相亲市场上早就被抢走了呀。她说我也没要求别的呀，我只要求是一个男生能力好收入高就行了呀。然后呀我又给他推荐了一个76年的，他又嫌啊人家年龄太大了，又介绍了一个个子165的，他又觉得不合眼缘，他就问我呀，你们这就没有优质一些了吗？那我就问他，哎，你觉得什么是优质啊？他说呀，年薪80万以上，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最好是呀开公司的，身高呀175以上，情商高，明事理的，长得呀
亚要有演员。听到这儿我就直接懵了，我说我找不到这样的男生给你，但是认清自己呀，你现在这个年龄，人家年薪80万了，干嘛要找你呀？找个年轻点的不好吗？我跟他说啊，你这个条件我肯定找不着，要不你条件放宽一些，这样好找一些。然后他就骂骂咧咧的转身就走了，我就真的挺无奈的，快40的人了还在挑三拣四的。哎，如果你在相亲市场上认不清自己，那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현재중국에서여자가결혼하는데손쉬운나이는20대중반까지를보고있습니다즉25세를넘어가면남은여자가되는것이죠그렇다면이렇게수많은전문가들이조언함에도어째서여자들이결혼하지않는것일까요이유는단순합니다여자스스로남은여자가되기전에결혼이가능할거라는잘못된생각을하는것입니다你觉得女生什么年龄嫁出去是最合适的差不多30吧30算是晚婚了是吗晚婚一族的是吗当时要看经济情况吧这个要你是觉得其实现在女生独立会比就是6-7吧那万一她毕业了就想跟你求婚怎么办她比我小她比你小啊而且她还要去因为双方家长都不会让这么小结婚那其实你还是会觉得就是26-7是最合适的对因为大家都比较成熟而且都比较稳定30岁左右我觉得都可以的想嫁出去的年龄嫁出去的年龄心里的年龄是多少岁23-24吧23-24就希望比较早结婚对吧对25岁之后吧如果是我自己我觉得25岁之后我才会结婚또한최근공개소개팅을하는한여자의모습이중국내에서이슈가된사건을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영상이전에알아두셔야할사전정보가있는데요중국에는대도시를중심으로공언해서자신의조건과정보를담은내용의종이를걸어두거나들고배우자를찾는사회모습이있습니다우리에게는생소하지만중국인들특히노인들은자신의자식을결혼시키기위해서해당장소를방문하는경우가많다고합니다浙江杭州一名91年的女子相亲被怼哭，引来网友们关注和讨论。视频中，32岁的女子在公园相亲，要求南方大学学历以上，上海或浙江有房，身高至少175，愿意给50000块钱的彩礼不谈判。被路过的男子看到自己择偶的条件后，立刻吐槽：“男人看了相亲条件，现在社会的风气被你这样大龄剩女给糟了。”随着两人之间的争吵，也引起了很多吃瓜路人的围观。最后，越想越委屈的女生直接被怼哭了。제가과장을하는것이아니고현재중국에서는남은여자를하나의사회문제로보고있습니다이런이유로중국정부에서는결혼을방해하는어떠한사상이나주장도법적처벌까지불사하겠다는의지를나타냈는데요그렇다면중국인들은어떻게이러한사회현상에대해어떤의견을가지고있을까요본인의요구사항은그리높지않다고생각하면계속해서열심히찾아보시길권합니다나는32세가되기전에소개팅을50번정도한것같다이런저런사람을만나보다드디어고린에성공했다자신의위치를아는것과타이밍이중요합니다제가아는한50대여교사는수년동안자신의왕자님을기다려왔고마침내결혼하게되었는데그녀의왕자님은정말친절하고부유하고강력한사람입니다그사람은프랑스의마크롱입니다3년전쯤에28세정도의여자를임신정령기로간주한다는내용의의학기사를읽은기억이납니다그런데이제는사회적교구에맞춰그나이를35세로변경되었습니다여성의불임은정말큰사회적문제입니다30세이후에아이를낳은여자들의자녀를본적이있습니다그중약12명의아이는정말연약하더군요병에도쉽게걸렸습니다이전문가들의발언은매우타당하지만그녀가지목한대부분의사람은그녀가언급한문제를이해하지못할수도있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녀들은단지결혼복권에돈을걸거나 TV 나영화를너무많이경험했습니다누군가는비과학적이라고할수도있지만제가본바로는실제로아기를갖기가장쉬운시기는16세에서22세사이라고생각합니다내가아는한이나이의여자는출산후며칠내에활동적이고활동적일수있습니다결혼을인생의한즐거움이라표현하시는분들도계십니다저는어떠한선택이든개인이짊어져야할무게라고생각합니다자신의미래를위해반드시현명한선택을하시길바랍니다그렇지않으면중국남은여자들처럼어두운미래만있을뿐입니다오늘영상도마음에드셨다면주변에공유해주시고좋아요와구독부탁합니다